三弟先找一下车位哈、哦，想找家强宇。Hello， 各位朋友，三旗到目的地啦，我们的彩虹廊道哈、哦。那我们这边后面这个在田边这边一整排就是都可以停车，停车相当的方便哈、哦。在停车的部分相当便利，就不用担心找不到车位。哦，好吧，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彩虹廊道。过去看看吧。哇，各位有看到吗？在三旗背后。那个就是彩虹廊道。这边其实就像一个脚踏车步道啦齁，它感觉就是一个脚踏车步道，就是很像我们那个丰原啊或是潭子那边有一种类似像潭雅神的绿园道或是那个后丰铁马道那种感觉齁。那我们来环景一下，看周遭的环境齁。各位朋友，那三旗今天就为各位踩这个点了哈，彩虹廊道后面这边你看一下哈，就是那个金属的彩虹装饰艺术了哈，啊，基本上感觉是还不错啦，来这边拍拍照哦，那吃饱饭在附近吃饱饭来这边拍拍照，那逛一下，感觉跟大自然这样子亲近哦，像你看后面的环境其实就比较属于偏向大自然哈，很舒服啦，来这边吹吹风啊，拍拍照哈。那喜欢骑单车的朋友啊，三旗也蛮推荐来这边骑单车，带着你的单车来这边骑哈、哦，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那下一次的部分，三旗会再去踩不一样的点哈、哦，为各位再推荐比较特殊的地方哈、哦，大家比较少遇到的地方哈、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拜拜。各位朋友，那三旗今天就为各位踩这个点了哈，彩虹廊道后面这边你看一下哈，就是那个金属的彩虹装饰艺术了哈，啊，基本上感觉是还不错啦，来这边拍拍照哈，那吃饱饭在附近吃饱饭来这边拍拍照，那逛一下，感觉跟大自然这样子亲近哦，像你看后面的环境其实就比较属于偏向大自然哈，很舒服啦，来这边吹吹风啊，拍拍照哈。
那喜欢骑单车的朋友啊，三崎也蛮推荐来这边骑单车，带着你的单车来这边骑哈，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有来这边玩的朋友啊，记得哈，要好好维持我们这边的环境哦，这边看起来就是很干净。那有在这边拍照的朋友啊，记得你的垃圾啊、吃的喝的啊，如果带吃的喝的来，要记得一定要带走哈，不要丢在这边，要好好的维持这个环境哈。好啦，那三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期待下一次三崎再去为各位踩新的点哦。那喜欢三崎的频道，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G， 还有加入我的 FB 粉丝团。我们下次见，拜拜。基本上这个点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啊。一吃完饭，在附近吃完饭的部分呢，哦，不要忘记哦，随身的垃圾要带走哦。有飞机。拜拜。